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用路人最怕遇到三宝驾驶。新北市经二日下午1:18许，一辆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不明原因竟在原地打 R 挡道退大回旋，让停车格中的许多机车全都被撞，吓得路过的骑士赶紧倒退，让网友感到不可思议。民众将影片上传至脸书社团爆料公社，从中能够看到板桥区文化路与庄敬路口处一辆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驾驶突然将方向盘往左打且开始倒退，过程中车头将旁边大型盆栽与停在停车格中的机车全数撞毁，小客车回旋倒退一圈后右侧车头与后照镜也被撞坏，正要路过的机车骑士吓得连忙倒退路。许多网友看完这段影片大呼小客车驾驶简直是名三宝驾驶，相继留言指出这技术我学不来，我可以滑一个圈把自己关在里面，把回忆挡在外面，厉害，前进后退只会踩油门，方向盘都没动，大回转，哎，开啥小车啦，是想杀人你，这是传说中的大风车无敌风火轮，那台摩托车吓到不敢过，